英俊潇洒的赵明诚，一边赏着花灯，一边前行。另一侧，袅袅婷婷的李清照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在灯会中穿行。最后，两人在一个卖花灯的摊位上，同时看中了一盏花灯，伸手去取。停！不小心碰到了对方的手，好甜呀！不，这样太简单了。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哪样的？在汴京的灯会上，李清照弄丢了他的荷包，啊不，应该是扇子。当李清照发现自己的扇子弄丢了的时候，被路过的赵明诚发现了，然后又被他给捡起来了。这个赵明诚啊，就拼命地找这把扇子的主人，他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啊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还在找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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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还在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最后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哎，于是啊，他就拿出扇子，读出了上面的词：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哇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点音乐。双眼忘记了时间，你和我心照不宣，真心托杜鹃，清明秀的缠绵的思念，虚眉与红颜，一场好戏就要上演，是承诺一生不变的诺言，我把最真挚的温柔给你，请你给我最美相见不重要，但是恋爱时期最重要。